你这节食得好好化，这节食时间比较长，得好好化。但我睡眠，自从吃了中药，睡眠好了，不像以前就是睡不着觉，完了现在睡眠好了，就是其实晚上11、12点钟睡觉，一宿也不太醒，但偶尔就是说7点多醒了，醒完之后还能睡，就睡眠这个方面就特别好。就是你原先睡眠不好，都是因为你肝胆疏泄不利啊，肝胆火旺热扰心神，把这肝胆给你疏泄一下，就这个心情也好了，精神状态也好了，就睡眠也好了，对，我脾气特别，就是那个特别明显，就不那么急躁了。对对对，这就是肝气郁结、肝湿疏泄的一个表现。所以现在你这方面都比以前好一些了，说明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，效果还挺对，非常好。舌头现在我看看。舌苔还是白，这脾胃还是不好。哎呀，气滞血瘀，以前没少生气是吧？对，以前可爱生气了，就是脾气也大，生气对，也知道想控制不住。对，气滞血瘀，这个淤堵的还是挺重。我还有就明显就是以前那个月经是不好的，就是半年才来嘛，半完年。了之后，对，就是特别少，就几乎就不来。完了，那个这个月就来了，就是吃药吃的，我估计是调理的，应该就是很好，但是时间长。就是淤堵的重，你就是淤堵，那个肝血不下行，这个给你疏泄一下就能好一些，疏通一下就好一些。这个胆疼痛减轻了。现在不口干了，对。口苦也比以前轻了吧？对，减轻。症状上都有所改善。节食现在是1.62，5、6年的节食，时间比较长，下步得加大化食的力量。哦，现在就是下一步还是继续吃，完了之后化食是吗？对，这回我就因为你症状减轻了吧，我把有些药调整啊，加大化食的力量。行，那就接着用吧，我再给你调方子。好，谢谢，好的，谢谢博士，拜拜。好，再见。